好了，来，杰哥，那个欧欧开会了，就差你们俩了。没事，来，我们现在已经两点了，我们开会不等人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会议。哎，好的，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好有派头啊！下马威，下马威，下马威，大气。哎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开会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要一个轻松的氛围嘛。你想来听我白话就听我白话，你不想听我讲话就可以不用听。包括现在不想开会的也可以走哦，我不会不高兴的。孟姐情商绝了，真的。走了，不是可以走吗？你是考过吗？你坐下。好，首先，不好意思，部长。那迟到的罚站，多少？迟到的站着，给我个原因，为什么迟到呀？哇，我们两个我知道，因为杰哥和欧欧在弄那个美术馆，是是是。